也不知道讲什么啦，因为都练了两三个月了，啊，还有很多队友都是从北部下来的，对啊，都练两三个月了，花的都是钱了，啊，你要停半年，要也是说当天看当天的情况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再停半，这样我们还可以接受。你前一天说要停办，结果今天早上天气好的跟什么一样？对啊，心情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复杂啊。你要嘛就今天看一下状况嘛，因为我们往年像2018年那一年，水淹到小腿，我们也是在比赛。对啊。那是今天的雨。啊，何况今天好像要出太阳。昨天大雷雨还比较严重。昨天大雷雨其实也还好，主要是要看今天的状况嘛。啊，我们今天状况都还没安排下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做决定了。所以你觉得至少要到比赛前一刻？对啊，你真的不行哦。我们选手快要检录的时候，你说真的不行了，你不能比，这样还算 OK。你在昨天就已经把东西全部都已经收完。那，我们这些选手等于是前面练习都前功尽弃，白费了。练习很久。对啊，真的都练习很久啊。这起码都是从端午节就开始练。所以每天都练很久。你至少都练到快十二点了，八点练到快十二点。所以等于说，你其实这几天也都没有睡，然后就是为了练这个。对啊，都很亢奋啊，就很兴奋要比这个比赛。啊，结果因为一个台风啊，什么都还没看到，就直接说取消了。也不会补办的。这不可能会有补办啊！你说延期，他也不可能。